诶，转佢翻嚟先。诶 ，Hello， 现场直播，直击啊！系啦，我依家咧身边嘅朋友咧系叫 Sherry 啊，大家好，我哋依家喺香港，听到冇啊？香港嚟，所以咧 ，B 哥，我走之前咧，我一定要访问个 Sherry， 因为佢见证真系太爆太爆太劲啦，所以我一定要问佢，诶，帮我攞住个 bag 先。或者你帮我拿好攞住啊！你帮我访问先啊 ！OK， 搞笑好。好 ，Shelly， 我想问你啊，点解你点样会买遇到我哋嘅 Ara Pants 啊？光电子我哋嘅。其实咧，因为我当时好肥，我肥到差唔多200磅，咁跟住有朋友话着咗呢条裤，好咗瘦咗，咁跟住我咪问佢哋攞资料，咁佢哋俾咗资料我之后，我咪上网揾咯，咁我就揾到少少，系啦，咁啊跟住即刻约佢咯，约佢帮我买，我同佢买裤咁样咯，一买完即刻着，就系 Ara Pants 啊，系啦，所以你买咗即刻着嘅时候，OK， 你有咩问题咧？其实你身上，其实咧因为太重，咁咧变咗开始有高血压，咁然之后又脚痛，我系完全行唔到楼梯。我基本上是行十級已經很痛很痛，咁跟住我冇諗住可以著 Ara Pants 可以改善腳痛，我係諗住減肥，因為醫生話我太肥，如果再肥下去就會很嚴重，開始有血壓高，咁所以我就開始試咯，咁點知真係試咗兩日，好誇張，個腳痛真係冇咗咯，即係開始我行到樓梯嘅。我都不相信我穿完之後兩天我可以上到一口氣上到七樓，一口氣上去七樓是很誇張，我以前是行十級就要唞氣，行十級就要唞氣，我奶奶住在六樓，所以我要十幾分鐘才上到去的。哇，他們開了飯我都還要行樓梯呢，不要坐 lift 呢？因為他是住唐樓的，我們香港那些唐樓是即沒有樓梯的嘛， okay, 所以要行樓梯這樣。是我現在可以已經行到，我現在穿了兩個多月可以行到上14樓的。哇，好厲害，270級啊，真的。你還有什麼改善呢？除了減肥呢，還有樓梯個血液覺得好咗咯，即係行路舒服咗，可以行好耐都唔痛咯，即係個身形輕咗，舒服咗咁樣咯。我係著埋嚟瞓覺。有痛症係嘛？你有？係啊，咪就係腳痛好咗好多咯。OK， 即係慳咗好多錢啊！我話即係早啲識少少就好啦，因為我以前咧肥嘅時候，我冇辦法，我做唔到運動，腳痛，我要去美容院通淋巴，千幾蚊一次啊，一個鐘頭。跟住又去，每個月去咧，去做運動，唔係每個月係即一個禮拜要去一兩次咁樣。聽到冇啊？跟住去 physical 做運動，揾嗰啲教練做拉筋，佢話我好肥，咁啊拉筋，750蚊一 part， 我去一次就1500蚊，所以其實我以前嘥了很多錢做這些運動，但是現在有了這條褲之後，我們的 Ara Pants 是24小時很輕鬆地就可以改善到我的問題，所以很多謝。哇，我們多謝今天我們 Sherry 的分享。還有一個見證，新的見證，你的老公見證可不可以 share？ 是的，還有你老公見證。你老公見證好啊。其實呢是因為呢我用得好了之後呢，因為我老公本身有高血壓，是超高200多那些來的，每一次看醫生都差不多要立刻入醫院這樣的。咁跟住我用完我好咗，所以我叫佢試。咁好奇怪，佢用咗佢著嚟瞓一個禮拜到啫。佢竟然我哋嗰日無端端咁樣度，佢本來係230幾上壓，下壓係100多嘅。跟住著咗一個禮拜，同埋加埋飲公司產品 Befeel 咧，飲咗一個星期。嗰日係149同埋80多喎，幾多日啊？一個星期咋？一個星期啫，大家聽到係好誇張嘅，係誇張啊！我係好驚佢會隨時爆，因為200多啊，係一個係人都好驚嘅。每一次去睇醫生，醫生都要佢即刻留醫，但係佢唔肯留醫。咁食咗10多年藥都改善唔到，我哋已經冇辦法啦。咁但係竟然一條褲加幾包產品就可以改善，真係好神奇啊！我嗰時要繼續飲啦，因為都係血壓有問題嘅時候，可能好多地方都係有阻塞嘅，咁樣樣有咁高嘅血壓，所以你要繼續叫佢飲。OK， 大家有聽到冇啊？我哋 Ara Pants 啦，幫咗咁多香港人啦，依家因為佢係其實陌生人嚟嘅，一開始就慢慢影響佢老公去飲我哋產品，同埋有試我哋 Ara Pants 啦。所以大家其實要有可能有好好奇到底 Ara Pants 係咩，大家一定要更加去了解到底咩嘢係光電子。其實佢唔係瘦身產品，佢唔係即係順便。OK， 好。
Sorry， 頭先你做你 stop 咗我哋。你睇完啦，聽我講嘢。講講講。所以咧，肝電子咧，其實大家要了解呢個咩係肝電子先。所以其實佢係幫到血液循環，就係幫到 Shandy 啦、佢嘅老公啦，同埋甚至好多嘅朋友啊，書書啦，好多已經其實我哋已經有買咗好多千條嘅阿拉伯喺香港啦。就算我Hebe 啊、Kiva 依家會嚟到香港，尤其是香港的朋友，你們一定要深層了解了什麼是我們供電子科技先 before 你去穿這個產品，同埋一定要很勤力去穿，不你要了解了先。 OK， 好，今天都到此為止，我們走啦，拜拜拜拜，多謝 Shelly， 拜拜。